18款中东版30帕杰罗报价参数图片论坛 V97 可以说它是综合性能优越的 SUV， 发动机就是你随心驰骋帕杰罗去地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基础所在。帕杰罗的越野性能属于实用排一类，没有过多的噱头，在恶劣条件下的优良的可靠性能带你摆脱任何困境。帕杰罗 V97 的品质在圈内是有口皆碑的，相比竞争对手而言，出色的越野能力是他最大的卖点之一。喜欢的朋友赶紧下手，更多优惠欢迎垂询。30帕杰罗 V97 搭载 V6 3.8L 发动机，动力方面明显提升，而且在40万之内，硬派越野车型里面别无对手。传统硬派越野车的前脸造型设计同样出现在了它的前部，30车标是身份的象征。V6 2.4 气门 MIVAC 动力优化系统处处都体现出它的力量与科技，凝视的双眼仿佛一直都在注视着前方的艰难险阻。激情、运动、宽适，这就是在汽车领域内让酷爱玩车一族羡慕的 SUV 车型。30帕杰罗 V97 现车充足，喜欢的朋友买车不用愁，要是论40万之内的硬派越野车，那么非帕杰罗不可。相信专业的力量，18款帕杰罗 V97 继续沿用了历年来经典。帕杰罗是双车标，机盖上立体式车标与中网车标相互辉映，站在车前显得十分显眼与霸气。巨大的组合式氙气大灯与进气格栅融为一体，大灯清洗装置下的圆形雾灯与 LED 小灯组相连，显得时尚运动感。